你说你咋才回来呢？玉田搁家等着呢，着急跟你要花钱呢。怎么的了？这是？刚才花钱让我花了。花了？嗯。干啥花了？上厕所花的。这话说起来，我跟你说，就还怨你，我还得收拾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怨我？昨天晚上我说你给我炒两个菜，完你非得把那剩菜给我溜溜。剩那不现成的吗？吃完你说我能得劲吗？吃完我的肚子坏肚子了。回来我不就着急上厕所吗？对不对？完了刘大脑子就上城里了，我寻思我就。把被罩吧，我寻搁安全地方，搁大脚超市门口。我寻大伙一看，这是不是一寻都得是主任的呗，就不能丢呗。谁想丢了？没丢，让长贵给赖去了。他怎么能赖去呢？你怎么赖啥呀？长贵说我给他送的礼，连哪带吓唬的，完了。那你不会说吗？我说也说不明白了，他那自信的心那都达到什么顶点了都。不是，那你就把这个被罩给人家了。我瞧你那个笨样，你说你完蛋，你这么窝囊的，你实话实说要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不给行吗？不给，人那是主任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3。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3。哎呀，没事。我知道了，你刚才上厕所呢在这儿？不是，没有，那什么，我这天。必的没有以前就来得快，他总锻炼锻炼身体。不是，我发现你是心挺大吧？啊，不大呀。你，我发现你这心敢窝过了是不是？我让你把那被罩送到村部去，送王云子去。你刚才我一回去，我问王云送说没送。你咋想的？你那什么？你先平静一下。不是我平静啥玩意儿啊？我跟你说，王云刚才跟我急眼了，说我被罩送给别的女的了。你说这啥事儿呢？这整的这是？要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别平静了。那被罩丢了，丢了啊！不，这怎么能丢呢？这是？不是兄弟啊，那个。真丢了啊！真丢了！撒谎，他是狗。对，撒谎，我是狗，我。这不是，这怎么能丢呢？你好好，你不拿着他绑着他呢吗？那不我是绑着呢。完你不是着急走吗？完我开会吗？啊，我不是上村部没人啊，没人。完我后边我不他太急了来的。拉肚子了。嗯。这我刚换完裤子，这不看，太来的吧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，我到村部，王云还没得接啊，完我后来我就撤到苞米地里头，完了就是没了。我可真服你，我是那我那是，不是结婚我用的我呀，我寻思那什么。咱赔呗，我包你呗。但你那个，但我也见过世面。但你那个被罩，我猜我从质量上，它方方面面的，我给你算一下子。最低得60多块钱。谁呀？得70-80块钱那个。嗯。我是做被罩的还是卖被罩的？70块钱就买3件套。你咋想的？60，我说啊，60那个，得是80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你那你到底多少钱呢？你给我说。2000呢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这不愁死我了，你这咱俩
2000多，我这买的。2000，咱也赔呗。赔，男女赔，不赔行吗？不赔呀。那要不要是人家的事儿，咱你操你妈！咱得赔这玩意儿得赔。那咱赔。你那么的，兄弟，你也别说2000，我也别说60，咱就一口价。行，我就给你扔70块钱，就拉倒。上！不，你让大伙儿看看，1块1块，这能点啥时候去？你一共拿这，哎，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只能上城里去买去了。行了，到这儿啊，我服你了，四哥，不用赔了，不用赔了啊！你看我，你一瞅就讲理儿。老伴儿，你看我下面跟你说，这刘助理这人，我跟你说。他是非常注重的人，也讲究人，非常注重，也不差这钱，对不对？是不差。你看人，不差，行了吧？我不用你赔了。行，兄弟，那还搁咱家吃点饭呗？你去，你把那菜溜，剩的昨晚剩，我还吃。热热，你们怎么闹肚子？你不知道自己啊？说话，你简直成完蛋样了！什么叫溜溜啊？你就是去整俩菜就得了呗。我告诉你啊，对，跟你也上火一天的。生活就是这么个事儿，避免不了大事小事。有事你别怕事，最起码你来人了，你得能当事儿。大脚看到赵四儿提前赠送的结婚礼物如此昂贵，于是让长贵礼尚往来送了一份回礼表达谢意。来人了，哎，那啥，村主任来了。主任，哎呀，哎，搁这坐。主任呢？刘英要生孩子了，买条婴儿用品。你700多块钱。拿回来。主任给咱，那咱就收下吧啊。那即使这样，那我就收回去了。收下吧，主任啊，你放心，就你给的这个婴儿用品，就好比御赐的黄马褂。对。我让我孙子用，用到80，我也让他用，请你相信，微臣。你这话谁80还用？你就是料定你孙子80指定得老年痴呆了是咋的呢？不是，你就那啥，你别生气。我不是生气。咱家的他不会说话。是可不，有点。他说这意思吧，就是说你吧，永远活在我孙子和我们俩的心目当中。我就气的。不是，你可拉倒！你再整一会儿，你给人整炼乳去了，你这不扯呢吗？那行，这赞助你哥去。主任，他得听你俩的话。我听你的话，我想直接死这儿，害怕死啥地方？不是，我玩去。那啥，我玩去啊。吃点饭再走呗。对，我溜达玩去呢。不行，你啥时候玩完呢？我这又玩完。你怎么意思？还我啥时候玩完？你听见没？不是，我说意思。他说这你吃完不是玩完事儿，上俺家吃点饭。完，我把菜给你热热。我。还热，谢了啊！我玩去，就玩去。那啥，你别吱声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村主任，慢着。哎，你回来。不是，他可走了，咱俩一个没有文化，也不会说话。你这他走太好了。那啥，你看这玩意儿，车到山前必有路哈。你看这玩意儿，礼物送来了。哎，这回咱拿这个礼物就给刘大脑袋送去。咱就不欠他的了呗，对不对？不，你脑瓜子让王公公抽了。怎么能这么说？咱们现在属于欠人长贵人情，你懂不懂？你那脑瓜才有病呢！你痴呆症啊？我们不把被罩给他了吗？被罩不刘大脑袋的被罩吗？不是。那可也是啊。那这么说，俺们还欠他人情？你把刘英给孩子买那条衣服拿出来。你把这个给刘英，拿这个礼物给刘英，把刘英给孩子买那套衣服给那个长贵送去。现在就得这么办，以牙还牙了。现在。
哎呀，你还别说，这老东西还挺有道，还真行。快来点，这上有标签。嗯，这多钱？你看看这个，咱这比他这个贵两块钱。不行啊。干啥不行？贵两块钱那，那也拿不出手啊。不是贵两块钱，怎么还拿不出手呢？你上地窖里去取两瓶罐头，完我送你。去。对，你看了吗？嗯，这俩15块钱呢。这俩15，那可那是贵2块钱。嗯，你看见我今天坐车，正好省了是17块钱。那我今天反正是闹白玩，反正就这样。不赔就挺好了啊！行了，送去吧。那个，你把那菜，你给我炒俩新鲜菜吧，我是吧？你快走吧。主任。家没人，那你干啥呢，老四？这个是送给你的。不，你那个啥呀，送我。那个，你听完啊，这个是，都是送给你的。这个我牙不受不了这个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还有啥？这是那个小孩，这我穿不地这衣服，你们都拿回去吧。小孩衣服我穿不地，这个。不是给你穿的，这是给你家孩子穿的。我这还没结婚呢，你还说我这大年龄，这能不能大脚能不能生还不一定呢。你送这衣服有点早，不行，我不要。啊，你说那啊，大脚不能生啊？我多敢说不生来的，不是，我说他生不生不一定的，他要不能生，拿回去吧，我不要。不能生那什么，香秀那给香秀他家孩子呗，小秀他。你可能分配，反正总能安排着人了哈。对，你说我还有不少事儿，我回去啊！我的妈呀，这可咋整？快剪辑，让短视频每一秒都。